哈喽大家好，这是老公。你看我怎么那么奇怪。哈喽大家好，这是老公。今天我来给大家测评一下奈雪的茶新品，新出的那个猫的系列，大脸猫，然后这个是猫爪包，我来尝一下。放一宿感觉，昨天买的，然后今天感觉曲折的更丑。有果肉，馅儿不是特别多，有一股百香果味儿，还有点柠檬，土豆挺酸的。有菠萝干儿，还有猫耳朵里也有馅儿，好评。我觉得如果喜欢吃酸的人觉得这是不错的，但是如果不喜欢吃酸的话，稍微有一点点偏酸了。我吃个杏仁，这有点面，哇，它虽然只有这么小小的一个吧，但是它里边的馅儿还是挺足的，里边都是椰蓉。椰蓉特别香，我尝尝上面这个白色的，没有什么味道。哇，喜欢吃椰蓉的一定要尝尝，这个椰蓉味特别浓郁。这里边好像还有葡萄干什么的，这款猫的这款就是那种酸酸的，比较适合夏天的味道，里边有很多的凤梨果干，然后感觉它有点过酸了。不过这个猫系列长得还是不错。